你好，欢迎来到 HSK 汉语课堂，我是刘立新。Hello, welcome to HSK class. I'm 刘立新。今天我们学习第16课。考完试，我们一起去旅游吧。Let's watch the videos first. The first one. 我有两张电影票，要不要一起去看？好啊，我很长时间没看电影了。电影是7点的，我6:50在电影院等你吧。好。The second. 考完试，我们一起去旅游吧。去哪儿好？听朋友介绍说，西安不错，他去年去过，今年还想去。我时间不多，可以去天津吗？天津比西安近多了，还有很多好吃的。好，我们去天津。Now the text. 一，我有两张电影票，要不要一起去看？好啊，我很长时间没看电影了。电影是7点的，我6:50在电影院等你吧。好。二，考完试我们一起去旅游吧。去哪儿好？听朋友介绍说西安不错，他去年去过，今年还想去。我时间不多，可以去天津吗？天津比西安近多了，还有很多好吃的。好，我们去天津。Let's study the new words. 票，张，长，电影院，旅游，听说，介绍，去年，西安，天津。I will explain the keywords for you. 票，电影票，火车票，飞机票。张，我有两张电影票。长，这个电影真长。你学了多长时间汉语？电影院，我去电影院买票。旅游，我喜欢旅游，你呢？他这几天不在，去旅游了。听说明天有雨。听说他住院了。我们去看他吧。介绍，谢谢你的介绍。朋友介绍了一个好电影。去年，今年，明年，这是我去年买的电脑。西安，你去过西安吗？天津，你去过天津吗？Now let's review the keywords. 张，the main word for tickets. 票，ticket. 长，long. 电影院，cinema. 旅游，travel or to travel。听说，to hear of。介绍，to introduce。去年，last year。The grammar, we have two. First one，还。这个电影很好，我看过，还想看。
他今天来了，明天还来。A 比 B plus adjective plus 多了。这件衣服比那件贵多了。那儿比北京冷多了。Let's watch the videos again. The first one. 啪啦，我有两张电影票，要不要一起去看？好啊，我很长时间没看电影了。电影是7点的，我6:50在电影院等你吧。好。The second. 考完试，我们一起去旅游吧。去哪儿好？听朋友介绍说，西安不错，他去年去过，今年还想去。我时间不多，可以去天津吗？天津比西安近多了，还有很多好吃的。好，我们去天津。Let's do the exercise. The first one. 我 show you the answers. First one. 我有两张电影票，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去？ The second. 请介绍一下你的朋友。 The third. 去年我去过那里，今年还想去。Number four. 这件衣服太长了，我不喜欢。Number five. 我最喜欢和爸爸妈妈一起去旅游。Exercise two. 一，李远，听说你去过西安。你觉得那里怎么样？我还想去一次。李远觉得西安怎么样？一，李远，听说你去过西安，你觉得那里怎么样？我还想去一次。李远觉得西安怎么样？二，今天天气怎么样？比昨天冷多了。今天冷不冷？二，今天天气怎么样？比昨天冷多了。今天冷不冷？ Now the answers.First, 2nd. That's all for today. See you next time. 谢谢，再见。